Tara.我生日就是有差哦。你要我们帮你照什么？那还不拍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拍什么？你拍起来。啊，你今天没有开 fan 的、哦。拿、啊、什么？你今天没有开 fan 的、哦。没有啊，今天不是二十几度吗？二十七啊，点五啊。嗯。人家是和睦的。来拍照、哦。好。用我的 Sony， 你现在想测试 Sony 赞还是传送赞？那是先测算吗？当然是 Sony 赞。传送啊，这里啊。对啊，我们都来照。传送啊。就都来。好。我在比价钱吗？警察都出来吐了。来呀、啊，弟弟，拍照、啊。好，拍照，你坐着、啊。照片就这个、啊。叫我拍照是吗？啊酒精可以移旁边一点吗？神送呢、欸？啊，他为什么会自己拍啊？啊你不要一直动啊！啊！你对他喷酒精还得了？等一下。为什么色图差这么多？垃圾也太多了吧，是你太广角了吧。这个回去待会就踩啊。哦。你可以近一点啊。把它拿出来吧。好呀，放地下了。阿妈入镜。哦，密可入镜。哎，看一下干什么？桌子我跟你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吗？他应该可以再靠近一点。行了，来，你来看，你在吃火，看你吃火，吸火，太夸张了，讲这么多吗？吃火，快来看吃火，耶、yeah, ，新牛。水啦，无穿衫的水。水啦。无穿衫的水。你，你究竟？
这个录音室怎么看起来那么糟糕？快看！你干嘛把它翻走啊？看起来怎么那么烂、啊？你不想看了，我都删掉。你可以传给我吗？你传给他。我给你看，你都不看，你还要想？你要先传到好的荧幕才能看啊！你这样子都等于垃圾啊！我拍的还好吧？你要传到好一点的荧幕比较好看得出来。好，那叫大家哦。等你想自己想要的时候自己来拿。谢了 ，Kimmer。好了。啊，你 Kimmer 老师好。人家都搞定了。宝宝来，快点快，快拿纸都融光。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呢。你没被拉屎到吧，一半。这么帅。好，那我们不能。哇，他手上还有受伤啊。阿嬤是方块蛋糕啊！啊，你灯全开哦。关了，你可以关灯。关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这样，快蜡烛光程度。还有电视光哦。好。这里是还要玩电的。他不是在玩电，他在设定那一台今天来装的 WiFi。哦。我们就会有 WiFi 力哦。对。重点是。宝宝，我们蜡烛剩下一点，不到两公分。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哎、欸。老公，那个。还可以烧到蛋糕一样。什么、啊？哦，他就会拍到你屁屁。我没有要用相机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告诉你，他正在照你的屁。哦，那我们就全部都要散开了。没有啊，你看。我们就散开了。搞笑。我们就全部散开，玩到这里啊。开始。拍照。好。我刚刚还没拍。好。好。在在做鱼啊。好。阿妈，你得偌侪钱，你敢知？9万块耶。你到现在的材料唔少少做鱼。好，那是有茶吗？乱开，乱关，乱开，开开关关，乱关关关，乱开关关，关关乱开。啊！你看无，你看无差，嘿，我的蜡烛被偷走了。几岁那个呢？就被妈妈拿走了。快吃蛋糕！那、啊、你还要再插回去呀、哦？你不是插干净的蛋糕？对啊，你不是就这样？这看起来像草啊。要不然你照的时候有没有插？吃草，大家来吃草吧。没有草，吃草的时间到了。
快切，快擦。你怎么把它拿下来？它本身的板子啊，打开啊，在上面切。停！又要干嘛？我要这样开呀、啊！啊？我们可以开来一些啊，上跟你说可以这样开。那、这个也是要拿起来呀、啊，看来要烂掉。你可以试试掉。他怎么没有胶带？这怎么拉？这是什么飞机液体？是尸体。对、啊，他尸体都没丢。吹干净。哦，你可以把它插进蛋糕里。哈？飞机蛋糕？要不要飞机蛋糕？你可以拿这个当插底。飞机蛋糕。应该有很多土字。感觉写成中文叫做不是鸡蛋糕，嗯、叫做飞机蛋糕。好的，快切盘子。你怎么有盘子？他说可以切成六片嘞、欸。哎呦，要切几片？你直接一片切完。切欧马切菜，你想要切成三角形的也是可以的。这是他的刀吗？不是吧？是哦。那刀有爱心哎。爱心？对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爱心刀。哦。都可以重复利用啊，爱心刀。这是 MIT。我现在是羊尿，羊尿现在吃完，今天十点就不能吃东西。哦，明天要解剖它。哎呦！我要来看某一天。你是说解剖你的蛋糕是吧？它不是要被解剖？你要这样说话吗？广告，要不然是要怎么样？你是抽血，你想那么多的要他没有要看里面。而且它不叫解剖，他不是要看什么筋？对啊，啊抽个血那么麻烦，我喜欢圆，好像要干嘛一样。要穿衣服啊！你快吃蛋糕，啊你切好了、哦。对啊，这都是你的、啊，真的哦，那拿来啊，都我的。什么来？你要大还是小？我要大、啊，这里啊是最大的。好，那个就是你的、啊。对啊，你直接吃啊。哇，啊你耶，没人跟你抢。我拿去哦，是呢、啊這個？还是你觉得太小？这个怎么样？吃起来太蛋糕了。Daddy 说不好吃了。分层的硬度不一样。宝宝，你要哪一个啊？最下面是什么？宝宝快！它每一个都长一样。你要大还是小？啊，我吃几片呀、啊？还差一片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你自己，你看你要多少。他说切六片，结果我切成十二片。宝宝，你要大还是小？我要先插住。哦，我快成人，我就小了。整个桌子都粉，被他了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摸起来就很粉。嗯，蛋糕。